今天我们来吃这个红烧肉，这是二荆条炒的小米辣，这是昨天剩的鸡排。不是很脆，我这米饭里面浇了这个红烧肉的汤汁。特别香。二荆条配小米辣，炒出来又香又辣，特别好吃。特别的下饭。软软烂烂的。每一顿吃饭都少不了辣椒，无辣不欢，没有辣椒饭都不香。再来一口。这边放了点蒜，就跟做那辣椒酱似的，很香很辣，有还有一股蒜香味儿。米饭里边和了这个红烧肉的汤汁，特别香。我这肉切的比较大块，应该吃的比较过瘾。你平时很喜欢吃肥的，所以感觉肥而不腻，特别香。
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梅菜扣肉，配上米饭。这碗饭是真的香，肥肉是真的香，不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